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。4月15号，这是我们跟杰尼龟论输赢的最后一天的日子。我在这里宣布，我们桃园快车，我们赢了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也没有办法支持到这一刻。我直播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我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。然后我想在这边跟你们说，只要所有慈善的公益的团体想找廖老大代言的或发声的，你都可以随时跟我的助理联络哦，然后我可以完全无偿的免费的帮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。4月15号，这是我们跟杰尼龟论输赢的最后一天的日子。我在这里宣布，我们桃园快车，我们赢了。我并把这些喜悦分享给所有支持我的每一个人及每一个粉丝，谢谢你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也没有办法支持到这一刻。最近有人在问我，廖老大是不是准备更换直播平台？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个说明，没有错，是有一个直播平台拥有刷礼物的功能，邀约我廖老大过去那边直播，给了我500万元的台币，签约一年。我在这里做一个正确的说明，我不会更换平台直播。我直播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我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。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只要你们愿意继续支持我的爱心义卖，我就会为大家继续直播下去。在这里还是感谢每一个支持过我的朋友。我们将会在4月25号把许院长的所有义卖募款所得，我会亲自直播送下去给他。我也为这些弱势的孩子们，为大家说声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有帮那个相关的那个警察部门做交通宣导哦。然后我想在这边跟你们说，只要所有慈善的、公益的团体想找廖老大代言的或发声的，你都可以随时跟我的助理联络哦。然后我可以完全无偿的、免费的帮你们去做所有的代言跟发言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三立新闻网。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，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，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